is it possible that one young man is able to play all the traditional instruments? I walked in a random instrument store in the city center of Hami to learn more about this 12 mukam, this traditional art of Uyghur culture. And then there's a young 25-year-old boy told me he's able to play all the instrument. And I was like, okay, now it's a competition. This is what I'm gonna do. I pick a random instrument and you show me you can really play it. And he actually did. Oh my God. <笑>不知道感觉身处在那个大漠电影里面的那个感觉，我看你好年轻啊，你今天多大？25。25，因为我以前见到感觉都是一些年纪大的老爷爷在弹这个乐器，但你25就这么厉害？我学的就是音乐专业，音乐表演专业。你是从小就一直接触这些吗？真的，你家里也是做这方面的吗？没有，就是你。好厉害，这个乐器叫什么？萨塔尔。 萨塔尔，哦，这就是萨塔尔，这个名字听过。你那是传统乐器，你会多少个？所有会。所有？30多个？还是？反正这店里面的东西我都会。我随便点啊，真的，我随便点了。OK. He said he knows how to play all the instruments, all the traditional Uyghur instruments, and he's only 25. How is that possible? Okay, I'm gonna just pick a random instrument. Let's see whether he really like what he claims to be. Okay. 这个乐器叫什么? 兜塔尔。 诶,声音有一点点像吉他。 这个你会弹吗? 会。你不要回答那么轻松好不好? 回答那么轻松,我感觉我要挑战失败。 脑海里了是不是？你怎么随我随便选一个，你都可以弹整首曲子 ？OK， 这是第二个啊，我再挑战一下，我要再随便挑一个。阿姨，我这么厉害啊？您是专门来买鼓是吗？ 天生生下来就会。 I walk into a concert. 来，我来再继续挑。你刚才，行，你既然想弹这个，那你可以展示一下这个的音色。
他最会的就是这个，怪不得强烈要弹这个。 OK， 试一下，这是一个，这个首先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？ Hami 艾杰克。Hami 艾杰克。Hami 没有，没有人，就是所有都会，随便拿来都会。但是就是这么多还是很少见啊。嗯，你本身就是哈密人吗？对。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去一直学习？可能就是我从小接触的有点多吧。嗯，从哪里接触的呢？可能就是我从我爷爷那边，但是我爷爷去世早嘛。嗯，然后就是我就。 打小就在家里面敲那个门呀，什么板凳呀，嗯，就那样。嗯，但是我可以再选一个乐器，我再选一个乐器。好，再选一个，这两个你都 OK 吗？ 在你看来，哈，像音乐啊、舞蹈啊，对于维吾尔族来说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？不可缺少的地位。不可缺少。对。就是生活事事任何时。结婚都在用。又一个结婚的。都结婚都在用。这是我见到第三个婚礼了，我已经聚了两个了，办了两个了。今天婚礼多。因为有好多人说，为什么你们老就是放出来的视频，在新疆拍视频都是人们就跳舞啊，在唱歌。 因为你们就是永远在唱歌和跳舞，是不是？说的吃饭、睡觉、上班、工作，就是音乐、跳舞、唱歌，就这样。